之后再丢给 Beautiful Soup 里面的这个哦，它有一个类别啦哈、哦，这个类别里面呢，它可以帮我把这一个网页里面我需要的那个什么呢？需要的那个标签后面那个名开始名称的资料帮我抓回来哦啊，这个 Beautiful Soup 这个功能还蛮好用的啦，因为主要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要把那个里面的资料切出来还真的是有点麻烦哈、哦，所以呢，这边我们就是利用 Beautiful Soup 产生一个这个物件哦哈、哦，把这个东西丢给他，那这个 SP 的话实际上就是一个 Beautiful Soup 所产生出来的可被切割的一个物件，那利用它做什么呢？接下来的话，利用它里面的一个方法，它其实主要我们用到它两个方法，一个是 find 的话呢，是只有一个的话用 find， 如果有很多个的话，我们可以用 find all，find 底下加一个 all 了、哦、所以两个、哦。那我们要 find 什么东西呢？就是在这个网页里面哦，哎，请你帮我先找出那个 table， 所以刚刚我用 table。逗点之后的话呢，有点像 key value 啦，有没有 key 的话呢，就是我要找的是 class， 那 class 呢，你可以，那你怎么知道是一个 class？ 其实我刚刚讲过，你可以从table 哈、哦，假设这个 table 我想要抓这个 table 的话，我习惯上会在它的右上角这边先选一下，检查一下，它会停在这里嘛，那基本上它的程式应该是在上面一点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 th 啦、哦，这个 th 也是一个标签名称， h 指的是 head 啊，等于是那个上面什么 table 的那个算栏位的头啦齁、哦、head 啦齁、哦、然后再往上的话一定会有个什么呢， tr 是一列，再来就是上面的什么 thead 齁、哦、然后再往上，那你会发现呢就会找到这个 table 啦齁、哦，所以这个标签名称我讲过了，其实就是最重要的，你还是要慢慢习惯什么，因为网页本身就是一堆的标签所构成的结果，那我们主要想要找到这个 table 哦， table 名称，那它一定后面会有个 class 名称，它这个 table 的类别名称叫这一串，把 class 呢放在前面，把这个名称呢放在后面，所以我刚刚主要是做一个动作吧，把这个类别名称呢点两下，然后这边其实可以把它复制起来，复制之后的话你可以什么贴到那个我们的程式的后面这一段 class， 然后逗点怎么了这个名称哦，这个蛮重要的，因为以后你利用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把那个 table 里面的东西抓出来了，然后就可以把它秀在画面上面，但是我们现在只有抓第一步就表格，可是表格里面我还要再一层，因为我这个表格我希望呢抓到有三个东西好了，本来我是抓集齐，后来我发现干脆抓现金好了，抓这一个、哦、这一栏跟这一栏、这两栏后面有两栏、哦、那要怎么样把它抓下来呢？接下来我们一层一层来看，那接下来的话我这个币别里面、哦、你可以选取它，我刚刚讲按右键检查，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名称，它的有没有 class 前面是 div， 所以特别注意哦，我要找的特别注意哦，一定刚刚是、在 class 前面是用 table 啦，现在把它改 div， 那 class 的名称呢就这一串，所以、哦、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用 find， 不过呢它这个币别有很多个，所以这个地方你要用 find all， 那名称的话呢我取名叫做那个 data name 好了、哦、币别我取名叫 data， 这个是我自己取的名称，那因为它不止一个，它有这么多个，所以我可以用什么Data one， 记得啊，从这个什么 table 里面再帮我再找什么，找里面所有是 div 的，那它的类别名称呢是这个名称，那这个名称怎么来的？实际上、啊、你可以从什么？从我刚刚讲哦，选取这一段嘛，这一段，然后按右键检查，它这边会有个 class， 把它点两下，按右键复制贴过去就可以了。哦、所以以后、哦、记得哦，反正 Beautiful Soup 的最重要就两个东西，一个找一次就 find， 找两次以上就 find all， find 底线 all 嘛、哦、然后呢你要找的东西如果是 div， 前面就 div 加一个 class， 逗点后面的东西把它复制贴到哪里呢？贴到它的双引号里面就可以了。 OK、啊、所以以后啦，反正这个东西是固定的结构哦，有没有？那找到之后呢会有很多个嘛，对齁，可能那个币别有好几个，它全部都会帮你存在里面，所以呢存到里面的话呢，那一定会是一个 list，
一个清单，有没有？他帮你抓的话，他会怎么抓呢？抓第一个美金，抓第二个港币，第三个啊会怎么放呢？就是放成一个 list， 一个清单。那将来的话呢，会有很多个嘛，所以必须跑一个回圈，分别把这些一个一个把它列出来。所以这个概念的话，如果你对 list 有点不熟啊，请你回头再看那个 list 单元哈。那第二个的话，我要现金里面的东西，所以一样哦，选取它，按右键检查，检查一下，哎，这个东西呢，它是放哪里？比如说我要抓这个嘛，按右键检查一下，哎，它是放在这边，有没有看到？按右键检查，它会显示什么？哦，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 TD， 有没有？然后呢，再来看什么？它的 class 的名称是这个，所以其实哈，我如果要抓这个的话，那我一样怎么样？把这个在底下呢，我再抓这个名称，我叫 data 2啦哈。我习惯第一个是 table 是 data 1，不过或者你可以把 data 1改成 data table 也可以啦哈。等等的名称可能会更清楚。那里面的话可能不止一个，所以我一样 TD， 然后 class name 的话就是这一串，哦这一串。那这一串的话呢，我就一样哈，把它从这边里面这样这边把它点两下，复制一下，然后呢帮我把它贴到这边来，贴上，这样的话呢它就会帮我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抓到了。 OK， 那旁边这个卖出买进卖出，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构是不是一样的。你会发现哦，哎，这个名称跟这个名称有没有一模一样？这个跟这个，哎，有没有一模一样，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哈，它会怎么放呢？它这个放第一个，这个放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也就是说1、2、3、4、5、6、7、8这样横向的放啊，所以抓过来会是一个清单，啊，全部都放进去了。那所以呢，我全部抓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哦，假设我今天呢全部都抓完之后的话，那你可以把它 print 出来。不过要怎么样刚好 print 是正确的结果哦，这个底下可能就是比较困难的。那当然你也可以先做完这两件事之后的话，你可以把它 print 什么呢？先 print name 好了哦，比如说我先 print 一个，那这个地方因为它是一个 list， find all 的话一定是一个 list， 我把第一个先 print 出来看看。我先把那个 name 哦，名称的部分先抓出来。那你会发现哦，把这个，因为它会抓到是有标签，所以如果你不要这个前后的这个标签的话，我们前面有讲过嘛，你可以点 name， 不，点 test， 好，点 test 是只要里面的资料就好了。OK， 那你会发现就美金，好，有没有在这里？但是还有个问题，它前面有空白，后面没空白。所以如果前后空白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它前面好像我们有同学有特别去试哦，如果你要去除前后空白的话，它有个方法叫点什么？有没有印象？去除前后空白，啊 ？ST strip 啦，还有印象 ？strip 啊，这个 strip 意思就是说，我要去除这个前面的文字里面的前后空白，你可以再加一个 strip， 哦，这个好像我们前面有一个同学好像特别有针对这部分去做测试，好像我印象中哈，然后你可以把它怎么样加一个 strip 之后的话，那不过哈，记得哦 strip 前后这个刮弧也要加，常常忘记哈，加一个刮弧之后的话呢，它会自动怎么样帮你把前面跟后面的空白去掉，剩下就是你要的。那美金是第一个嘛？那如果说第二个的话，就一嘛。一的话会是执行哪一个？下一个嘛。因为它是一个 list， 所以它由零一港嘛港币啦。所以它如果说一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哦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15、16、17、18 OK 好，啊，所以如果我要抓人民币的话啦，当然一样嘛，你可以把这边加一个18好，执行的话那应该就会是抓到什么，抓到人民币部分，有没有？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概念吧，好，0到18。那可是问题来了，我如果说好，我抓到了，啊，另外再下一个 data 2， data 2这部分的话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练习一下，啊，这个 print 我们把它改一下，
买，如果你要把这个抓出来的话，一样 data 2哈，那你可以把这边把它在 print data 2里面的文字，好，那应该不用 strip 啊，我不确定哦。那里面第几个？比如说我今天要一样是第零个，第零个的话呢，它应该会抓哪一个呢？基本上哈，它会抓到的是第零这个29.15嘛，10123，我试一下，应该 OK 哦，012执行看一下，29.15，对不对？那如果一的话呢？那应该就是29.692啦，有没有？好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道理啦。反正底下我就不赘述了，反正它就0123就跳着。可是问题来了，我希望哈，最后假设我今天希望什么，让它显示出来的是这样的结果哦。什么结果哈？我底下有做完的哈。不过你们可以想，这是我想出来的。我希望呢，可以把刚刚的东西哈，可以输出之后呢，它就会自动帮我排，先输出 B 别，再输出上面的标题，然后呢，先放第一个，再放怎么了？那个 data 2里面的第零，这个是 data name 的第零个嘛，就是第一个哈，零，啊这边是零一，然后换差是，它是零，啊这边一，然后这边是那个23，好，以此类推，可以把它列出来哦。OK， 那你资料有了，对不对？再来下一阶段，就是怎么样把它列出来，输出到画面，而且是你想看到的结果。这个当然要想一下，好、哦、啊，怎么样把它跑一个回圈哦？前面讲过 list 怎么输出嘛，用 print， 但是里面要用 for 回圈嘛，然后 for 第零个到它的总长度，然后一个一个输出哦，哈、哦、啊，所以这个后面请各位先试一下，那画面先还给各位哈。哦，所以我们刚刚主要是利用什么 Beautiful Soup 去抓 table， 再从 table 里面呢再往下抓什么，抓它的那个 div 啊。我怎么知道 div？ 因为我按右键检查一下，我知道它的这个东西它是 div， 它的 class name 是什么、哦、所以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哦，这个是我自己习惯的方法哦，这也是我推敲出很久的啊。这个本来以前是用 VBA 抓的时候一样是用同样的方法，只是说我把以前写 VBA 的方法转移到这边来，逻辑上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说因为 VBA 里面它没有 Beautiful Soup， 所以以前在 VBA 里面怎么没有 Beautiful Soup， 哇真的好麻烦，要用 find 函数， find 到哪一个头，然后再用 MID 函数去把它切头切尾，哇超级麻烦。有了 Beautiful Soup 哈，这个东西实在是好东西哦。如果相比较之下啦，因为在那个VBA 里面没有 Beautiful Soup 这么好用的物件哦，那怎么办？硬着头皮就只好什么，一直算那个找到的头跟找到，哇，真的是太麻烦。那有 Beautiful Soup 哈，你就只要记得原则，找一次用 Find， 找多次用 Find All， 然后呢？刮胡里面就放你要找什么标签，逗点里面呢就放一个大刮胡，这个标签里面的 class， 它的 class 名称是什么 ？class 名称它就全部帮你找回来。那你再去切切切切切，说真的啦，没有找不到的东西啦。后面那个大乐透也是这样啦。那再来就是思考说你要输出成什么样子，所以输出抓到了，那再来就输出成什么样子，这个我想。好，各位可以再试试看哦。